我打输啊，赢了，这一把指尖自行宣判胜利。天才带出官方 LINE 小老鼠 MVP 6666，正规合法带出，价格公道，被锁包赔，或者点击资讯栏连接加入，各种游戏都有，欢迎介绍给朋友。天才带出，让你的游戏更好玩。没有你的冬天，要我单排单挑，我让你这个冬天难受，我让你这个冬天难忘。还给我进去还没有排啊？我觉得应该要吃个麦当劳。马洛的影片会出吗？哎，我不是出了吗？哎，我没出吗？要玩哪一只？不要说我欺负你，来，我先用凡人让你。哎，真的耶，我马洛斯影片忘记放了。欢迎来到传说对决。要这样是吧？反正让你，我打输啊，赢了，这一把指尖自行宣判胜利。你要小心哦，你的塔被我点掉就没了。现在这个塔点完就下鹤了，他控了一发狙杀，没有你的冬天，你这个冬天，哎，啊西吧，喂，我叫闪现嘞，我叫闪现嘞，我刚叫闪现嘞，这个还算被射到，误射事件吧。我爆聘啦，你看，你看我的聘值五十几，我在上传影片。倒了。先点塔，拆塔游戏。我不信他会往草里射一发，我不信他会再往草里再射一发。聪明的输，快快快快，把塔拆掉就赢了。哎，那塔还真硬。啊，对面输不放陷阱的，我不信他会再往这里面射，他应该回家了，没回啊。这么硬啊，四个补包黑压金十 nice， 这里结束了，让兵去点塔，我们不点，这就是胜利的感觉，各位，拿下，来，再来单挑啊 ！S 牌，这单挑我也是略懂，这把要剪了，那这把4分钟剪个毛线，啊，随便啦，剪啦。